那 Rebecca 的老公有在现场哎，那待会儿跟我们一起观赏电影吗？对，等一下喊得最大声就是他了。帅帅大家好，我是萧歆霓，好久没有回到帅帅了，心情呢是非常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回归的第一集制作组就让我来观赏，我怕啊，我不要配乐。回归的第一集就让我来观赏本地惊悚片配乐的首映礼，谢谢各位哈，真的是感恩，你们一定要陪我一起看 OK。全部人摇头，好，没关系，在我们观赏电影之前呢，让我们去访问一下导演以及两位主演吧， Let's go。 在我身边的就是唐永健导演以及陪乐的两位主演了，欢迎美珍姐，你们好。哇，两位主演就在我身边，陪乐少阿青对不对？对啊，也就是我们的思玲新手妈妈，符合吗？非常符合。太投入了，我站在旁边我都还是有一点害怕，记住还没有看戏之前整个氛围有在。可以了，谢谢你。我们首先请导演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陪乐这一部电影吧。陪乐是一部惊悚片啊，故事呢是关于一个新妈妈，然后自己一个人搬进一个蛮大的房子，所以就请了一个陪乐手，所以从第一天晚上当然东西就开始发生。跟两位合作感觉怎么样呢？我听说也是清点耶。是，我有跟 Rebecca 在电视上合作一次，她演戏非常投入，所以真的是觉得她的才华应该搬上大荧幕。然后现在当然我是看了她很多很多作品，她看着我的戏长大，大家一同成长有没有？哦，可以一同成长。可以哦，可以。所以写剧本的时候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这部电影，所以写完后找他们却发生了。了解。那我这里很想问一下 Rebecca 哦，从其他访问当中我看得出你应该是一个胆小的人，为什么会决定要担下这个惊悚片的女主角呢？我应该跟你一样胆小，但是因为真的很希望可以再次跟唐导演合作，所以他其实没有把剧情告诉我，我就已经想 OK 了。对，其实整个角色对我来说是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当时还没怀孕嘛，不知道新手妈妈怀孕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整部戏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加上她在抱那个一个月大的真的 baby 的时候，我还在旁边那边，然后你从这里跌到那里跪下，一定要跌在那个妈那边哈。你是说真的认真抱着宝宝然后跌？很多动作，而且宝宝的爸爸妈妈还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在 camera 旁边看。这个压力不小哎。现在怀着孕然后去看电影，会不会跟 baby 说不要怕？其实我只是跟自己说不要害怕。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剧情是什么了，但是我还是被吓到，就会跟宝宝讲可以 relax relax。其实我刚刚有看到 Rebecca 的老公有在现场哎，那待会儿跟我们一起观赏电影吗？对。那会不会因为害怕然后躲进他的怀里啊之类的？也没那么浪漫啦、其实。他怕吗？我不知道，等一下喊得最大声就是他了。所以最后真的是相反。没有啦，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惊悚片，所以他知道我终于可以参与一部电影，他为我感到非常的开心。而且又是他非常喜欢的惊悚片，所以他知道今天有 gala premiere， 他就特地打扮过来。对，跟我在 Instagram 看到他的时候一模一样啊，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进产房的时候，老公也会陪同吗？应该吧。应该对不对？我生了之后我们再访一次。但是我们再独家专访一次。是，那这里就要问美珍姐了，像这一次算是和慧玲会是很多的那个对手戏嘛，合作下来感觉如何呢？老实说是我们 officially 第一次合作，那因为我知道她在现场有很多情绪化的一些对心态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私底下有 signal 的，这个导演不知道。你知道吗？有些东西不知道的吗？哦，可能他偷偷看哦。所以如果说比如说慧玲要培养情绪的时候，他情绪一到差不多的时候，我说 OK， 我的手你捏一下，我的台词就走。一起合作就要互相尊重。那饰演阿青这个角色整个最大挑战在哪里呢？挑战很多哎，其实很多故事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很多 underlying 的东西，所以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要看细节。我已经准备好关眼睛了，你这样讲我怎么关？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他会揭发，你们知道啊为什么这个人来。好，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关于坐月子的一些禁忌跟迷思。他们一定会骗我们的，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吧。好，来，我们来试试看啦。第一题就是坐月子不能出门，对还是错？其实答案是
错的，错，坐月子是可以出门，但是就是以前的人害怕孕妇啊，或者是产妇会吹风着凉，但现在你叫他们不出门是不可能的啦。哦，你说现在？现在啊，哎呀，我们说以前，哎呀，哎，那以前真的全部都拿对就可以了，对不对？对。我以为我们这么糟糕，拍了陪月完全错。他们说坐月子不能洗头或冲凉，对还是错？不能洗头也不能冲凉哦。这个答案我们是说错，其实是可以用温水冲凉，然后赶快吹干头发就好。你爸爸有没有比较安心一点点？但是要叫老公帮忙吹干，怎么办？但就是老公的错了。啊，老公为什么没有尽快吹干？叫我帮你吹干，叫我帮你吹干。第三题，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哭。啊？其实是对的，尽量不要哭啦。可是现在 ，Amy， 我觉得人家比较关心啊。情绪 跟你的 mental health 是适当的释放压力，这样子要哭就哭，但是说不能哭其实是导演喊哭，演员马上哭，怎么敢不哭呢？没有，我们说对，是因为其实不要造成眼泪分泌过多啊，其实会影响乳汁分泌，或者是影响孩子的情绪。哦，有没有学到很多东西？应该是你学，我没有机会再生小孩了，你学。不要这样说，你可以有机会当陪月嫂啊。那我们现在请三位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呼吁一下，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因为这是 director Kelvin Tong 的惊悚片，它是新加坡的 number one for 惊悚电影题材，所以大家一定要收看。这部电影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尤其 Rebecca 跟 Cynthia 他们里面的表演，我觉得真值得买票来看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三个人一起合作，加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那个幕后精英们都很用心的去把这个成品呈现给大家，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也一定要来看。跟志才哥，你好，刚刚看完电影感觉怎么样？我看我有几十年没有看鬼片了，但是因为老板亲自打电话给我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让我失望，有意思的。虽然 Kelvin 拍的很有层次，不是一般的那种鬼故事。Kelvin 的电影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他不只是为了吓你而吓你，他要让你回去之后去反思。会不会带福利车来看？不会，不会，我们要生 baby 啊。这不是很恐怖？看了后让我想起很多关于陪月的那个过程。那你有更多的感触是不是？不要陪月第三次。这部是不是鬼戏？真的你们要来看才知道。我想要声明一点，刚刚坐我旁边的是 Janelle，他真的有够吵的啦。我从头喊到尾。角色怎么样？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一直要可以去关注他在讲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画面让你后面再看到，原来是这样的，就很好玩。我是觉得整部电影他一直让我很紧绷啊，然后一直猜不透，你不觉得很 stress 吗？我们一直在猜是不是？那红玲呢，一直看的时候有没有躲到你知道那个身旁这样子？我觉得蹦啊蹦啊蹦啊，这个真可怕的 yes！ 我被吓到了。可以来，你刚刚是吓我，但是被吓了。我被你吓，我被你吓。好，所以看完感觉，看电影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整天被吓。谢谢各位来客，三人要仿了，直接要仿了。我28年来没有进过电影院看鬼戏，但这一次我把这个处女经验交给了陪月。然后我非常强烈建议你也可以带你自己的朋友来，因为我们也可以一起吓他，对不对？说的懂不道理，记得买票支持本地制作陪月。整场就一直在遮着，然后整掉一边遮还一边跟我讲，你不要用 jacket， 因为这样看不到你的脸。那我就开始这样，就这样，赶快买票支持，拜拜。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看喽。